哇，我相信现场的朋友们，如果你们是评审老师也很苦恼，到底前三名要给谁？因为每一个人都好有自己的特色，在舞蹈上面也非常的用心哦。现在呢，最后一个舞蹈即将要登场了，他们呢是来自小小打歌队的精彩演出，要用沧海一声笑结合武术与扇子登台来为大家送上他们今天的比赛曲目了。沧海一声笑，让我们有请小小打歌队，谢谢。Yeah.
队精彩帅气的演出，结合武术和街舞及扇子的表演，非常感谢你们，谢谢。今天我们呢所有六组的表演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就是评审老师统计分数的时间了。其实在舞台上面我们也看到来自各个年龄层不同的习武年龄的舞者在舞台上，其实这个现场的舞台哈，会出锤不小心有任何的失误，真的都是在所难免。但我觉得比较起来呢，哎，你这个跳得美美的、完美的，然后之后有开心的笑容，更厉害的是有小小失误之后，即使有小小失误，在舞台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你有大将之风，不会被失误所影响的这一种慵懒，一种从容自得哦。所以我觉得在舞台上的孩子真的非常不简单。如果你今天觉得我们六组的小孩，都各具有特色，觉得他们也跳得很认真很努力的话，是不是请现场的所有大朋友小朋友再一次温暖的掌声，谢谢六组孩子的演出，谢谢，谢谢大家温暖的。